近日，国际品牌米维可全美总代理第一家零售店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隆重开张，吸引了大批的客人光顾。那米维克呢，是在国内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品牌，其实我们已经是20几个国家，然后呢都快上千家了。那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每天就是给消费者好的产品、好的价格、好的服务。这个美国首店的开业呢，我们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然后能够在美国迅速的推广开，满足大家对更好的生活的这样一种追求。我们作为公司呢，会全力的支持美国市场。活动当天，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市议员林达坚、前加州众议员伍国庆、蒙市市委员林伟健等政府官员出席了开业剪彩仪式，并向米维可美国第一间店颁发了祝贺状。那么美国呢，是第一家落户在蒙市，我感到很荣幸，也很希望我们的老板在这里可以大展这个宏图，然后将这个店呢拓展到全美50个州。那我们今天呢，我代表蒙市市政府来将会发一个贺状给他们。他们这个是世界品牌，已经超过1000多家了，然后在美国第一家落实在我们蒙市，我们觉得特别的荣誉。米维可是源自于北欧的设计理念，即设计、精选、零售于一体的国际时尚百货旗舰品牌。门店精致清晰，超级极客的营业氛围，时尚、简约、超值、唯美的产品优势，拥有大批稳定的、热爱生活、注重品质、追求时尚的核心消费群，迅速引爆了海内外市场。